那么今天上午在此呢，将有五支来自海峡两岸的优秀的童声合唱团为大家做掌演表。现在上场的是福建两马合唱团，这是一支由福州马尾和台湾马祖的青少年组成合唱团，他们的共同的方言就是福州话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演唱的曲目。